一般嘞。好，真的。啊，那好嘞，那不行了就。开单。好，开单，等下就开。来，这个楼梯很屌的，借个借个，他妈他妈不拉，哥们我进不去嘛，他自己搬过去，好远搬了。我们慢慢慢慢的就开始不安了。靠给我点啊，这是来哪个来点？尤其是像我们一般，一抓产品的话，一般要做量。哎呀，我都不懂啊，对对，这点要慢慢来哦，这点要慢慢来。哎，你说你准备的什么？啊，那边的。玻璃啊。花了500块钱，两百多块钱。